好的，还是那熟悉的声音，还是那猥琐风格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白。那么今天的老白是给这个逆战的游戏视频，打的是这个32人变异的这个失乐园啊。有很多观众们说了，老白你为什么又给我们带来这个地图了啊？实不相瞒，大家可以看到老白我手中这把枪啊，老雕钻老色一来的飓风之锤啊，注意是飓风之锤，不是飓风之龙哦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今天白哥我就要给大家展现出老白我这凶残的一面啊，有飓风之龙咱都不用，就用他这飓风之锤，我告诉你啊，是不是？当然这把枪呢还是给你白哥啊，是不是有一点深深的感情啊。想当年啊，你白哥我为了刷一把飓风之龙，哎呀我去，我咔咔我一天天我刷的我都激恼了啊，是不是啊？就这种感觉。但是现在的话满大街都是飓风之龙了，我们就玩个另类的点的啊，咱用这个飓风之锤就好使啊，用这飓风之锤就好使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把它这个语音关闭了啊。可能有很多网友啊，看你白哥我这次这个视频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啊。什么不一样呢啊，今天白哥我给大家开的是这个极高特效啊，是不是？大家这个在白哥我的这个视频里啊体验一下，这方方面面，方方面面这老刁钻啊，方方面面这老刁钻。你就别挣扎了，你白哥我变母体你还挣扎猫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时候大概呢，这哥们太基本了，哎呦我去，但是这个时候你白哥我跳秃噜了，直接我就咔咔的了。但是没有关系啊，这还有往上送人头的，你说这你没招啊，哥们，这你没招啊，这你找谁说去？那么这个时候大概呢，老白我赶那个飞机残骸那块发现了一个人，那么这个时候老白我就准备我咔咔我就上去撩子，好，那么这时候我躲过他一个这个大手榴，方方面面准备上了，哥们，这个时候老白我开始我这个大盾我就冲了上来，这哥们他眼看他就得嗝屁啊，哥你就别挣扎了，你就别挣扎了，那么大概呢，哎，他也拿着飓风之锤吗？啊，现在这把枪貌似还挺火啊，主要可能他们没有飓风之龙，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到老白我还有这个6000多滴血，我就准备跟这我、啊、这英雄赶上面呢，哼哼，我告诉你哥们，这个时候白哥我直接我开启我的大盾牌，我就秃噜的哥们，大家看，哎呀我去，这家就给他秃噜上了，哥们，哎呀我去，这啊直接就单挑他了，哥们直接就单挑他了啊，是不是10000多滴血啊，让你白哥我干嗝屁了，就是这么刁钻，就是这么 C 类啊，那么大家看到第一名啊，就是这么容易。好的，那么这个时候白哥我准备上这块，我准备上这个飞机这个大残骸这块啊，是不是主要是什么，这子弹有点少啊，白哥我是有这个变异专家卡和这个散弹枪弹夹的啊，它也只有这个105发啊，不知道够不够。跟你别变啊，好漂亮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搁这守上，那么大家看到那边基本就被摧了，咔咔的大木体变那边了，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象征性的扔颗手榴，懵逼不懵逼不懵逼不啊，但是我是觉得说什么这个开一个极高特效的话，大家可能啊是啊，这特效比较刁钻啊，但是我感觉方方面面的啊，他有点挡你白哥视线了啊，这个时候我捡了个这玩意儿，哎呦去，这枪好使，我们这枪好使，哗哗，你看你白哥我就照脑瓜我就喷他，哥们照脑瓜我就喷他。好的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初步先把我们自己家门口守住啊，把我们自己家门口守住，别光顾看热闹了，你哗哗一会儿让人撩死了，这就没招了。什么意思啊，这个吗，这是来送死的吗，这是。好，那么这里大家看到啊，老白我浑身都是散弹枪啊。那边基本了，关门那边基本了，好，这个时候只剩下我们5个人了啊，我们这块有4个应该是还存活着一个啊，但是他也嗝屁了。那么这个时候白哥我这块重新又刷新了一个这刁钻老枪支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先守下这块，直接白哥我就开启我这技能啊，咔咔就三连杀了，那么大家看到。啊，就是气质，就是刁钻，你再来你也得死，我就这么说，你看直接就打出精英了，我感觉哥们，这个散弹枪的话，这把枪还是我感觉还是比较刁钻的啊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枪用完了，我就只能用这个我这飓风大之锤了啊，是不是？哼哼哼，哎，这脑瓜上面是个啥呀？我也得没看懂啊。跟你白个嘚儿，喷死你，大家可以看到。哼哼哼，这块还有个玩狙击的。来了，他们还想从这块飞上来吗？可能吗？但是这边守不住了，老兄弟，我先跑了啊！但是我怎么临跳下来之前他嗝屁了？这哥们你还想追你白哥，来追你白哥！哎呀，人有点多，人有点多。这个是白哥，我凭借我的走位，我放回一，哼，撸他！你看看没，极限生存了，哥们，极限生存了。母体，我削的就是母体，母体人呐、啊，母体也被你白哥削懵逼了，大哥呢，4连杀了。嘚儿，哎呀，嘚儿，没血了，走了。白哥，我仅剩1000滴血了。嘚儿，哼，看你白哥我这走位。嘚儿，嘚儿，哎呀，我去，完了啊！但是没有关系啊，你白哥我虽然死了，但是你看、啊，
稳稳的 ACE。 那么看一下这英雄他也基本了，你说方面不给你白哥顶上，我咔咔我都给他们干懵逼了。这个哎呦我去，你还别说，人家在这块还真好使，哥们啊，结果他就死的老惨了，我去，哼，方面跟你白哥刁钻。变异战神啊，拿飓风之锤啊，飓风之锤都能打得这么潇潇洒洒啊，是不是让我们红尘作伴啊，活得潇潇洒洒。那么说到这里呢，白哥我不禁忧伤了起来。为什么说忧伤了起来？昨天光棍节呀。等会，哎，赌你白哥是不是？这招不好使，哼，这招不好使，这招。哎呦我去，这是大黑灯，我在这块蹲的，他肯定有人来，信不信哥们？肯定有人来。嘿，我就知道肯定有人来，哥们，你看对不对？玩的就是你，你看这方面白哥，我就把他智商我就给他秀了。哎，这块还有个不知死活的啊，哥你跑！哎呦，你这大麒麟挺刁钻呢啊，你这大麒麟挺刁钻的，但是赶紧白哥这块那就是白打啊，那就是白打。这个时候大黑灯，老白我已经能刁钻了啊，顿时我就升了这个3000多D。哎叫什么？哎嘚儿，跟你白哥嘚儿是不？嘚儿。白哥，我今天我就盯上你，我还没看着你，死不死？方面，这块还有个老刁钻，跟你白哥扔手榴，你可以看到，战神，啊，这块还有一个，别怕，老兄弟帮你顶上，你看，光挠死这英雄，我都挠死多少个了，哥们，就是这么犀利。哎呀，完了。啊！但是没想到这个他有一个队友啊，替他做了掩护啊。这个是白哥，我就英勇的牺牲了，啊！但是我怎么感觉这哥们他有点怂啊？该你们倒是上啊，哥！大家看到这母体，我就10000多DC的大母体，我估计这俩哥们得死的老惨了。哎，这哥们怎么跳上的？这块老刁钻的哥们，这块老刁钻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大哥呢啊，一个这个大女皇就准备上去要秃噜他啊，但是怎么的让人反秃噜了啊，结果导致这个人类的胜利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看哥们超过第二名这么多分啊，我还拿的是飓风之锤啊，就是这么气质，就是这么刁钻啊。等会儿这个是白哥，我要重新规划一下路线，估计那块不大好使，我上这块啊，跟他玩这个拖延战术，哎，等会儿哥们，今天你白哥我多多少少方面有点懵逼啊！哎呦我去，这后面有个大女皇啊，哥们，赶紧上来！哎呀！等会儿，哥们，哎，等会儿，哎呀，我有点卡，哥们，你能信？等会儿。哎，这哥们什么意思？啊，这句是说你白哥我懵逼了啊！怎么总感觉现在我就操控不了？嘚儿！哼，皮毛，哥们，你们看的都是皮毛。这哥们你嘚是吧，先给他拴上，挠过去，别怂，信你白哥的老好使了。人呢？等会儿，白哥我都懵逼了。英雄呢？这哥们在这跳这个呢。来，先挠这个，就喜欢你这性格，跟你掰个拼是不？就喜欢你这性格呀。还有仨呢，那仨呢？啊，这个时候等会儿，我们先稍微等会儿啊，我们只有3000多滴血，估计去也是耐揍。这哥们你死不？这哥们，哎呦我去，啊，死的老惨了。那么这是大概闹白哥，我有9000多滴血，我咔我就准备跟他们干上了，哥们，你还赶上射箭是不射了？哎呀妈呀，走了，56滴血，极限生存，哥们，56滴血，极限生存，就是这么犀利，就是这么刁钻啊！结果是不是由于你白哥我这气质老刁钻啊，是不是就导致了本局的胜利？这个时候我枪呢？哎呦我去！啊，这就出现了这个意外的小 bug 啊，出现这个意外的小 bug。走，方面多多少少的。好，哎呦我去，这上面有老刁钻呢。没事，这个时候老兄弟别怕，死了，把他顶上。
哎，这个哥们，哎，你去，这大女皇就来了。这老兄弟，这老兄弟，你是不是蒙圈？你是不是蒙圈？你是不是蒙？你蒙蒙圈不？蒙圈不？蒙圈不？他听着，极限就给他怼死了。你在这干啥呢？你瞅啥呢？你瞅啥？问你，你瞅啥？是不？白哥，我就是这么嚣张啊！方方面面，今天你来了，我就让你蒙圈。来了，我就让你蒙圈。啊，这哥们跑得快呀！我就哥们，啊，这哥们他加血呀，哥们。嗯，结果他掉下来，你那些，基本了，基本了，基本了啊！这哥们问什么时候更新视频啊？应该是老白我的粉丝，这不就给你们更新了吗？啊！